那么我们现在看，由它的四个法拉第定律的四个式Maxwell equation 里头的四个式子可以导出电磁波，不过那个是要用微分的式子啊，微分式子才能够导出来，但我们现在只学了七分式，没有办法导。那我们书上就用一种方法，就是说我们把已经导出来的这个电磁波里头的电场跟磁场的它的函数啊，先写出来，然后带到法拉第定律跟安培定律里面去，看看是不是能够满足这个式子啊。能够满足的话呢，就表示说这两个 equation 呢、这两个函数确实是它的解啊，就好像我们以前解这个 simple harmonic motion， 我们也没有解那个微分方程，只是说它那个标准的微分方程它有一个标准的简谐运动的函数啊，那我们把那个函数形状记起来就可以了。现在我们也是一样哈，我们说当我们解出这个电磁波的时候，它的电场跟 H 场呢是这个样子的。我们假定说这个电磁波是朝 X 方向行进啊，朝这个方向行进，然后电场呢，电场它只有 Y 分量， H 场呢这个时候呢就相对于这个 Y 分量的电场跟它在一起的磁场就是 Z 方向啊， Z 方向，当然你这个电场不一定只有 Y 方向了，它还可能有 Z 方向，不过我们先不管啊，先不管别的，我们只说啊，现在我们只讨论一种电磁波朝 X 方向行进，电场的分量是朝 Y 方向， H 场的分量不是 B 场是朝 Z 的方向，那么它的函数呢就是这个形态。你看这个形态跟我们以前的弹性波非常非常的相像，对不对？这里头这两项看起来几乎都一样，就是这个弹性波的话，这个是用 YM， 就是指点振动的最大的位移啊，它现在不是振动，它现在是电场啊，电场它不只有一个电场，它还有同时有一个磁场啊，那就是磁场在这个地方变化啊，磁场在 Y 方向变化啊，这样子震荡，这样震荡 OK 啊，最大的电场是EM， 这就是它的电场的振幅。 B 场就在这个面啊，这个面变化 OK， 那么最大的磁场 EM 就叫做磁场的振幅啊。我们认识这两个以后呢啊，我们看它的波是这样子的，电场它都是朝，不是朝上就是朝下啊，半周期是朝上，半周期朝下，半周期朝上，半周期朝下，那么磁场呢就是水平的啊，一下朝正 Z， 一下朝负 Z， 这个半周期朝正 Z， 这个半周期朝负 Z， 那么它有一个特点各位一定要记住，就是电场是 Y 方向， B 场是 Z 方向的话，我们把右手拿出来，你把这个手指头先伸向一歪轴，再往 Z 的方向弯曲，就是 B 的方向弯曲，那么大拇指的方向呢就是 X 的方向，就是波的行进方向哈，这个很重要很重要，一定要记住。好，那么我们看的在这个我们现在要讨论的电磁波里面，就是在这个真空或者是纯介电子里面传播的电磁波，它的电场跟 H 场都是同向，你看这是 sin，
这个也是 sign， 里头的 face 完全一样，同向。就说电场最大，磁场也是最大，电场等于零，磁场也等于零啊，是这样子的哈，这个要记住。那么电场跟磁场正好是夹90度，就是跟这个 EY 在一起的电场 BZ 啊，它是 Z 的方向。 OK， 好，现在我们来看，我们说好，假如这两个是它的波函数啊，波函数，那么这两个波函数啊，它一定满足这两个式子，这个就是 Maxwell 后来推广的安培定律，这个是原来的法拉第定律，一定满足这两个啊。好，那么现在我们就说，它能够满足这两个式子，那么我们就看看啊，电场跟 B 场之间，也就是 EM 跟 BM 之间有什么样的关系存在，有怎么样的关系存在，还有就是电磁波的波方程，它是一个微分方程呢、啊，跟我们以前弹性波一样，应该是怎么样子的啊？我们呢就可以把这个结果啊，结果不是我们导出来的，结果是用微分的这个式子导出来的，不，我们先用它啊，你把它带到这里去，它一定满足这两个式子，你们自己带带看哈、啊。那现在我们就从把这两个式子带到这两个式子里面去，看一看 EM 跟 BM 之间有什么关系，还有电磁波的波方程是怎么样的哈、啊。好，现在我们看电磁波，刚刚说啊，朝 ZX 方向行进，比如说电波啊，它的半周期是这个样子，相对的这个磁场的波呢就是这个样子，对不对？这样子的哈、啊。好，现在我们假定这个波传到 P 点的时候 ，P 点的时候，那在这一点的地方啊，它的磁场是朝这里，因为电场是朝这个方向啊，磁场朝这里。好，那么在这两边呢，这个一到这边的话，它经过一个 dx 这个长度啊，于是电场呢就增加了 d1， 因为你看这个 curve 是比较大的，到这里是越来越大，对不对？所以这个电场一定大，这个电场大于这个电场，我们就假定这边是一加 d1， 这一边是一。好，现在我们来看看法拉第定律啊，在 Maxwell equation 里头，法拉第定律就是用法拉第的积分式，我们也可以写成往法拉第啊这边就是等于磁通的时间变化率的负值啊，就是法拉第原来的那个形状啊，对不对啊？我们现在看看这个电磁波传到 P 点的时候啊。那我们在这个地方做一个封闭路径，等等积分的话呢，我们就是沿着这样的方向，因为你的 B 场是这样子的， B 场一定要跟这个面积向量的方向一致啊。面积方向的向量呢，那要看你这个积分的方向，积分这样子的话，面积向量才是朝这边啊，因为我们需要 B 场跟面积向量一样，取这样子的，所以好，电场就是啊，这边就是它的路径是这样子的啊，路径是这样子的，积分的哈、啊。但是电场这边一加第一，这边是一。好，我们先看左边电场的 closed path integral。你这个积分啊，积一圈，它就等于什么？等于这个一加第一，它本来要 dot dl 这边的一个小
小的一个路径啊，积分从这里积到这里就是 H， 所以它是一加 D 一乘上 H。那这一边呢，一跟 D L 方向相反，所以它是负的，所以积分就是在一乘上 H。至于这一边呢，因为你 D L 是这样子的，电场都是垂直的，那么所以它到底以后是零啊，啊，所以这个积分呢就只有这两项，啊，这两项化解呢就变成 H D 一。穿过这个长方形的磁，这是左边呢，我们现在看这个磁通，磁通等于什么？等于这边的磁场乘上这个面积，因为这个这是 dx 啊，非常非常非常小啊，啊，非常非常小，所以在这样的一个小小小的一个距离里面呢 ，B 场的变化不显著，我们就当作是一个常数啊，所以这 B 场乘上这个面积是什么 ？h 乘上 dx， 好，这两边相等，对不对？这个等于这个，啊，这个是这一边，这个是这一边，这是法拉第定律哈。好，我们现在把它带到这个安培定律里面去，因为这个电场跟磁场同时要满足法拉第定律，同时也要满足安培定律。那现在我们用法拉第定律啊导出来的啊，这两个带到这个里面去。好，那么我们首先看哈，我们先看这个，先带到应该带到这个里头去了。我写这个写错了 ，B 应该是带到这个里头去啊，这个式子写错了，带到这个。这个式子里面去，好，那就是左边是这个，右边呢是这个负值在 dt， 因为这两个都是常数啊，所以呢，啊，不是，这个长度是我们取的了哈，取的，这个是常数，那么这个 B 场它是在变动的 ，B 场跟电场都是在变动的，所以呢。你要这个d phi over dt 呢，那就是 db over dt。 好，那么这一边啊，我们就把 dx 乘过来，这个 h 消掉啊， de over dx 要等于 db over dt。 那这个呢，这个地方是用一般的微分，可是我们知道电场跟 B 场啊，它不只是空间的函数，也不只是时间的函数，它是空间跟时间两个变数的函数，所以我们在微分的时候，对 x 微分，对 t 微分呢，我们都需要用偏微分啊，偏微分，所以我们就有这样的一个关系哦，啊，就这样的一个关系。好，现在我们来看。我们再把这两个 equation 啊 ，E y 跟 b 对 x 跟 t 来微分，你看 e 对 x 微分啊 ，partial e over partial x， 那这个 partial 的话，对 x 微分就 k 拿出来了，是 k e m， 这就变成 cosine， 对不对？那这个对 t 做微分的话呢，就这个对 x 微分。这个对 t 微分 ，t 微分的话呢，那这个就是把负欧米伽拿出来，啊，这样子的，然后把这个带到这个式子里面去，啊，刚刚我们不是得到这样的式子吗？对不对？得到这样的式子吗？那现在我们把这个导出来是这样子，带进去哦，啊，这个。带到这里来就是这一项，这个带到这里来就是这一项，于是你看这个 cosine
的角度跟这个扩散角度可以约掉，所以呢 EM over BM 就是 Omega over K， Omega over K 等于什么？等于波的传播速度，对不对？弹性波里头就是这个，就是波的传播速度。那现在电磁波的传播速度我们发现呢，在真空里面呢它是 C 啊，我们用 C 来表示电磁波在真空里边的传播速度啊。好，那现在我们把这个跟这个带到这个里头来啊。那 EY over BZ 这两个比一比，正好是 EM over BM， 就是等于 C。 那就是说电场啊跟 H 场的大小的比值啊，这个是瞬间值哦，瞬间值跟这个最大值的比值是一样的，就是等于波的传播速度。 OK，这个推导你一定要会啊，哈，考试都会考这个东西的，啊，啊 ，C 就是电磁波在自由空间，就是真空里边的传播速度 ，OK。好，那么我们再从啊安培尔麦克斯韦尔定律，本来还有个缪零 I 了，但是在真空里边的没有 I 了，没有电流了。所以只剩下这一项了，那这一项就是变成这样子，啊，那这个就是等于什么呢？啊，这个就等于电通量的时间变化率，啊 ，E dot A 就是 phi， 哎，啊，那就 partial phi over partial d， 我们就写成 d E over d t 好了啊。好，现在我们还是把电磁波传到这个地方来哦。传到 P 点哦，那现在我们看电场，电场是朝上的，对不对？电场朝上的，好，电场朝上的，那我们现在看它的我们现在把要做这个区分呢，这是 B 场，做一个封闭路径的积分。那这个封闭路径我们还是取 A B C D 啊，那这边到这边的长度呢是 H 长。好，那么这个积分的方向各位要知道，就是这个方向的话呢，那这个方向就是它的面积向量的方向，面积向量我们是要取跟一同方向，所以积分的方向是这样子的。但是 H 场你看在这里 H 场比较这边比较大，这边比较小，所以靠这边呢是 B 的话呢，那么靠这边就是 B 加 DB 啊。好，那么我们就看这个积分，这个积分就是等于 B 加 DB dot DL 积分即这个路径，因为这两个相反，所以就是负值。积分的话呢，那就是路径长，就是等于 H 长啊，啊，路径长积分好了。这边呢 ，B 场跟路径的方向相同，看到没有？所以是正的。那 B dot DL 积分就是 BH， 这两个化解一下，就等于负的 HDB 啊，这边等于负的 HDB。好，穿过长方形面积的电通呢，就是这个，它就等于电场乘上这个面积啊，因为我们把这个，因为这个很小很小啊，所以在这个范围里头，电场的变化不显著，我们当作是常数啊，就等于 E 乘上 HDX。好，我们现在把这两个带到这个里头去，就是带到这个式子里面来。好，得这个，左边是这样子的，右边呢，啊 ，mu epsilon zero， 然后这个微分，这个微分就是 d e over d t 的，
HDX 还在啊。好，那么我们把这个数字里头的 H 约掉， H 约掉啊，那我们就得 partial， 我们把这个马上就把它改成 partial derivative 好了， partial BX over partial X， partial B over partial X， 那等于 partial E 啊 over partial T 啊，就有这样的一个式子，哎，这样的一个关系。好，然后我们再从这个地方来看啊，刚刚是说 partial E over partial T 要等于 partial B over partial X， 那么我们就把这个对 T 来做偏微分，负欧米伽拿出来，这个对 X 做偏微分可以这样啊，啊，这两个啊，把这个式子带到这个里头来，哎，这个负值等于这个值乘上 mu 零 epsilon zero 啊，那么我们就得啊得到啊这样的一个式子，你看啊，这个负的要等于负的 mu 零，这个是负的这个值的啊。这一个负的啊，负负把它消掉， cosine 也消掉，最后我们得一个非常重要的结果， EM over BM 又等于什么东西呢啊，它是等于，你看就是把这个比一比啊，啊，它变成这个，变成这样子，然后呢K over C 是什么啊 ？K over omega 刚刚不是说，啊，它等于 omega over K 是 C 对不对？那这个就是 C 分之一呀 ，C 分之一呀，啊，所以啊有这样的一个关系。那么我们前面刚刚前面导出来，啊 ，EM over B 是等于 C 耶，这个是 C 耶。OK， 啊，这个是 C 耶，那 C 要等于这个，这个就是 C 哦 ，C 等于这个，好，那 C 乘过来，我们就得 C 平方等于 mu 零 epsilon zero 分之一，那 C 呢就等于根号 mu 零 epsilon zero 分之一开这个开根号，这个你把这个数字带进去，啊。这个十的负四次方，负十的负七次方，这个是等于多少？八点，啊，这个就是等于九乘十的九次方啊，九乘十的九次方，哎，结果是这个，这就是电磁波在真空里面的速度，也就是光速。这个推导也很重要啊，哈，我们可以导出这个光速是等于这个东西啊，哈。好，那现在我们看看 E 跟 B 的关系有这么密切哈，刚刚导出来这个关系，现在我们要看电磁波啊，电磁波它的电场。它是 x 的函数，也是时间的函数。那么这个波函数应该是怎么样子的？磁场也是一样哈。好，那现在我们把这个，我们刚刚不是有个这个结果吗？对不对？好，这两边呢，都对 x 来做，再做这偏微分，这个做偏微分就变成 partial 平方 e over partial x 平方。这个就变成 partial 平方 b over partial x partial t， 然后呢我们也把这个式子啊，把这个式子两端啊对 t 来做偏，这是对 x 做偏微分，刚刚也有这个式子啊，啊对 t 来做偏微分就变成这样子了。那么
我们把这两个式子把 B 消掉，就是说这个跟这个完全一样，对不对啊？那就这个就等于这个了，这个就等于这个了，于是我们就得 partial 平方 E over partial X 平方，这个等于什么？ C 平方分之一，因为 C 是等于根号 mu 零 epsilon 0分之一啊，这个就是波函方程，你电场的波方程啊。好，磁场呢，那我们还是把这个等式对 T 做偏微分，然后再把另外一个这个等式对 X 做偏微分，然后呢把电场消掉啊，电场消掉，那我们就得 partial 平方 BX 要等于 mu 零 epsilon 0，把这个等于这个带进来啊，就等于这个，两边的负号消掉了。好，那么你看这个也是 C 平方分之一啊，啊，这个就是 B 磁场的电磁波里头磁场的波方程啊，你看这两个方程就导出来了，他可能会叫你导这个东西啊，啊，你要注意啊。这两个方程直播的波方程 wave function。 好，现在我们看电磁波它的能量传输，波是用来传播能量的，你看它起起伏伏，后变大后来变小，那个没有意思了，主要是看它能传播能量，你能不能算出来它怎么样的传播能量，对不对？好，那么电磁波当然它就传播电磁能了，电磁能就包含电能跟磁能啊，电能密度是等于这个二分之一 epsilon 0 e 平方啊，磁能密度呢是等于这个我们前面都学过啊，都学过。好，我们将这个结果带到这个式子里面来啊，我们就得比如说 UB 是等于这个，然后 B 呢是等于 C 分之一，所以就可以画成这样子，画成这样，而 C 呢 C 平方是等于 mu 零 epsilon 0， mu 零约大就变成 epsilon 0， 而这个呢正好是电场的电能密度，所以磁能密度跟电能密度是一样的，相等的啊，这个要记住啊，电能密度跟磁能密度是相等的，所以电磁波里头它既然含有电能密度又含有磁能密度，所以它的总的能量密度，电磁波的总能量密度就是等于这两个加起来，两个加起来就等于两倍的这个啊，就是 epsilon 0 e 平方。 OK， 好，电磁波在 dt 时间内穿过面积 A 的电磁能，就说现在有个电磁波传过来了，它 dt 秒里面垂直穿过面积 A 的这个能量啊，是等于什么呢？就是等于这个电能密度磁能密度，这是电能，就是啊，它现在一面积是 A 了啊，垂直穿过它，那 A 乘 dt 就是体积了啊 ，A 乘 dt 就是体积了，啊，那么这就是，啊 ，A 乘 dt 就是体积，然后乘上电磁波的速度，啊，不是，应该是这么讲，啊 ，A 是面积，然后电磁波的速度乘上 dt 就是电磁波行进的距离，
行进的距离乘上 A 就等于体积，体积哈。所以电磁波在 dt 秒里头行进了这么大一个体积，这么大体积里面的总的电磁能量就是这个能量啊，这个加起来就是这样啊。所以这个就是电磁波啊 dt 秒内垂直穿过面积 A 的电磁能是这么大啊。那么现在我们有个定义，电磁波在 dt 的时间里头垂直流过面积 A 的能量称为功率流，叫做 power flow。 power flow 你看能量啊 dt 秒里头垂直通过它啊，这个我们用这个用这个 S 来表示啊，功率流的大小就是等于有这么多能量啊，应该是说它单位体积啊穿过的能量不是，我们现在这么看好了，这个是什么能量，能量它跑了 dt 秒，dt 秒就相当于每一秒有多少能量，这就是功率，对不对？功率，好，这个功率啊，通过这么大的面积，那就相当于每一个单位面积有多少功率，啊，每一个单位面积有多少功率，所以它就是 power 啊 ，power，OK，power。好，那现在我们就把这个啊，这个我们刚刚算过了。dWeB 在上面啊，它是等于这个乘上 AT， 对不对？它本来是 epsilon zero e 平方乘上 CADT 啊，那这个被这个除，它就变成这样子的。好，那么我们把里头的一个 e 把它变成 c 乘上 b 啊，因为 e 比 b 是等于 c 了，这个一定要关系要记住了。所以它又可以写成这个样子的，啊，写成这样子，我们再把这个 c 平方，把它变成根号 mu， 不是不要根号 ，c 平方就不要根号 ，mu 零 epsilon zero 分之一，然后 epsilon 约掉了就变成 mu 零什么的，然后 mu 零分之 b 呢就是 h， 啊就是 h， 所以呢，功率流就等于一乘上 h。这个很重要哈，这个啊，单位就是单位啊，就是功率被面积来除啊，单位面积有多少瓦特，多少瓦特啊？好，我们这里没有用向量表示，在电磁学里面就用向量表示哦，这里用向量表示哦 ，S 向量是等于什么 ？E 向量 cross。H 向量啊 ，H 向量，或者是 mu 零分之一向量 cross B 向量，通常都用 E cross H 了啊。那么我们现在在我们现在这个课本里头，我们很少用 H， 都是用 B 场啊。那么它的方向，我刚刚说过，这个功率流的方向朝 X 方向行进了。它正好是什么 ？E cross B 啊 ，E cross B 啊，这就是电磁波的传播方向，这要记住啊 ，E cross B 啊，要记住。好，那么，所以这叫做 pointing 向量，我刚刚说过，它就可以等于。mu 零分之一 e cross b 向量，或者是 e 向量 cross h 向量 ，OK， 这个叫做 pointing vector， 啊，这个非常的重要，啊，这个要记起来哈，尤其是 e cross h 啊，就是电磁波进行的方向。如果他问你，一个电磁波朝你那边去，
电场是朝上的话，那一瞬间的 H 场朝哪里啊？你比比看，朝哪里？怎么比啊？伸出来，朝自己啊？啊，不是，波是朝自己，对不对？就朝左边呢、啊，朝你的左边呢、啊、，H 场朝左边呢、啊。啊，好，现在我们看一个例题，一个均匀的平面波在某瞬间的电场是100个 volt per meter 啊。是求这一瞬间的磁场 B、H 场的强度，还有磁能密度，总磁能密度是多少，还有它的功率流是多少。 OK， 那这个很简单了，你知道一啊，在真空里传播速度就是光速嘛，那 B 就等于，因为B 一比上 B 等于 C 呀、啊，所以 B 就等于 E over C 呀、啊，那你就把这个除一除啊，它就变成啊这么大啊，单位是 Weber per meter square， 也可以写成 Tesla 啊，因为一个 Tesla 就是一个 Weber per meter square。好 ，H 场 B 场知道了 ，H 场呢就是 mu 零分之 B 呀、啊，啊，你把这个。又利用这个带除一除，这0.268个 ampere per meter， H 场是 ampere per meter 的单位啊。那 U 总的电磁能就等于 epsilon zero 一平方，它是两倍的二分之一 epsilon zero 一平方嘛啊，所以你这个都知道嘛，带进去。它的能量就是能量密度，就是8.85×10^8，joule per meter cube。好 ，S 是功率流，就是一乘 H 啊，你一啊一也有了 ，H 也有了，一也有了，啊，那你乘一乘就是它，啊，很简单，对不对？好，底下要介绍电磁波的 intensity。啊，这个 intensity 它跟弹性波的 intensity 的定义相同啊。定义是什么？就是单位时间垂直穿过单位面积的平均能量。啊，就是单位面积。啊，在单位时间穿过单位面积的平均能量。OK。好，那么我们知道电磁波的强度 Poynting 向量啊。像这样子的话，这个就是什么？就是 Poynting 向量的平均值。因为这个能量，如果我们不要讲平均，能量单位时间穿过单位面积的能量就叫做功率流啊，功率流单位啊，功率流。那现在平均能量就是平均功率流，所以 intensity。就等于 Poynting 向量的平均值。 OK， 好，那 Poynting 向量我们照前面是没有这个 average， 它是一平方，那现在我们就改成 average 啊， average。 好，那这个平均值呢，我们就要把这个电场的平方啊积分，一个周期积分，然后被一个周期二派来除。 OK 啊，因为这个积分呢，那可以化成倍角，二分之一啊 cosine 的倍角，那么倍角积分就是零，就剩下前面二分之一了啊，积分就是二分之一了，所以它就是二分之一的 em 平方被这个除，啊，这就是电磁波的强度，啊，电磁波的强度。OK， 好，那么我们又知道 e 的 rms 就是它的啊均方根值，电场的均方根值
是等于电场被根号二来除，或者是 EM 等于根号二个跟方根值，这就跟我们电流的均方根值跟电流的最大值的关系一样啊。好，那么我们把这个 EM 用这个带，根号二这个带啊， EM 等于根号二的 ERMS 平方一下就是二，二跟二分之一约掉，就它就等于 C mu 零分之 ERMS 的平方啊。你看你这个用瞬时值带也可以，瞬时值做啊，带到这来，结果就等于什么 ？RMS 值啊。好，那么我们看这个电磁波，我们电磁波通常啊，我们发射天线发射出去的电磁波，如果距离我们很远很远的话，我们接收到这个波，那这个波通常呢，它就是一个球面波啊，球面波 ，OK。那球面波它的强度是跟它的它的 intensity 的强度是跟它的功率啊，强度是跟距离的平方成反比啊，这个就是功率了 ，power 了 ，P 就是 power 了啊，这就是面积了。球面的面积了啊，所以电磁波它的功率呢是随着 r 的平方递减，因为它是球面波。但是如果你是雷射光束的话呢，那我们马马虎虎把它当作是平面波，那这个时候就跟距离无关，这个就跟弹性波里头的定义一样了哈。好，现在我们看一个例题啊，北极星与地球的距离是431个 light year 就是光年，光走一年的时间，在真空里头走一年的时间就是那个距离啊，它是431个光年这么长，北极星跟地球有这么长啊，431个光年呢 啊。北极星的电磁波发射功率是我们太阳的这么多倍，2000多倍。太阳的发射功率告诉我们是这么大，太阳发射功率。如果说太阳它发射的辐射线到地球，我们大气有吸收一部分了。好，现在我们假设这一部分都不算了，啊，马马虎虎就不计了。大气吸收的不计，就是它发射多少功率，啊，然后到地球来呢，地球的这个大气没有吸收啊。好，那问北极星的星光到达地球表面的时候，电场跟磁场的均方根值是多少？首先我们看发射功率，太阳是这么大，北极星是它的两千多倍。好，那么我们看这个强度，这个强度就是它到我们地球表面啊，地球表面的强度啊，它等于发射功率是在它自己的表面了，在这个星球的表面，北极星的表面，它到达地球要传播好远，对不对？这么远，好，那么我们就把这个带进来，啊，带进来 ，I 是等于这个，然后呢，它是等于什么 ？ERMS。平方 over c mu 零平方，所以这个式子你要记住啊，哈，我们要用它。这就是啊，我们在地面上的这个
被照射到的这个地方的电场的均方根值的平方。好，所以从这里我们就可以得 ERMS 要等于啊，你把这个啊这两个式子啊把这个乘过来 OK 啊，把这个数字带进去，数字带进去 P2 就是这 PS 应该不是 P2 了，我这打错了 PS 啊，2.2 乘10的三次方乘 3.9 然后再乘上光速乘 mu 零四拍啊，这个三 R 就是431个光年，一个光年的距离啊，光走一年的距离差不多这么多啊，这么远 OK 好，那么除一除就是 1.3 个 millivolt per meter 啊，这个是电场，电场我们有时候是用 volt per meter 啊做单位，它这是 millivolt per meter OK 然后电场有了 B 场就是有这个关系啊， B 场这应该，这里应该用 RMS，ERMS/C 啊，把这个带进来，啊，4.1个，这负十二次方 pico， 啊 ，pico tesla， 啊，它的单位是4.1个 pico tesla， OK， 好，现在我们看辐射压，光。弹性波告诉我们，它除了可以传播能量之外，还可以传播动量，啊，可以传播动量。那阳光也是一样，它有能量，啊，它传播能量。比如说，它晒到我们皮肤，太阳光晒到我们皮肤会有热感，啊。但是光波晒到我们的皮肤呢，你有没有感觉到？它在推动我们呢，它是有推动我们，我们不感觉出来，因为这个它的动量非常小啊，这个力啊作用在我们身上的力啊，我们不感觉出来啊。好，那么我们看光，现在我们证明光它具有波动跟质点的双重性质，两种性质它都有，因为光它有波长有频率，所以它是一种波动，可是它呢是质点的话呢，它就有能量有动量啊，有能量有动量。那这个能量跟动量的关系啊，我们先借用一下量子力学，量子物理里面的关系啊，量子物理就告诉我们说，光呢它好像是由质点一样的一个光子啊，光你说把它当作质点，你根本没有办法像我们平常的物质的质点一样，你可以收集起来看得到，这个看不到啊，就光子就是一个质点，它的能量呢啊用 ePhPH 就是 photon 的意思啊，photon 的能量，这个一不是电场，能量它的动量用 P 来表示，然后那个量子物理就告诉我们，光子的能量跟光子的动量有这个关系，光子的能量等于光子的动量乘上光速，所以 P 呢就等于 EPH/C OK。好，现在我们就把光子的能量就当作是我们电磁波的能量啊，当作电磁波的能量 OK， 所以当物体的表面将电磁波的能量完全吸收的时候，表面所受的动能的
动量的改变是这个，那就是说这个能量跟动量的之间的关系啊，能量改变跟动量改变的关系跟这个关系一样啊，就是这里加个 delta， 这里加个 delta 一样哈、啊，那就是 delta p 要等于 delta web， web 就好像是这个啊，被吸除，这是完全吸收啊，就说这个太阳光照到这个物体上面，这个物体把这个阳光完全吸收，就是这样子啊。好，那么如果说这个太阳光被照射到某一个物体啊，它的能量是这么大，但是全部都反射了，这物体没有吸收啊，全部反射了，这个时候的动量啊就是全部吸收的两倍，因为你撞到它有动量，对不对？然后反弹回来又给这个物体表面一个动量，动量的变化，所以两倍啊，两倍，完全反射是两倍，这个要记住哈。如果强度为 I 的电磁波垂直照射到表面为 A 的物体，连续照射的时间是 delta t， 那么物体接收到的能量，能量啊，这是功率了，功率要乘体积了啊，功率啊，等等我看看这是不是少了一个啊，这是强度， OK， 强度，强度没错啊，强度是等于能量单位面积上面，就单位时间通过单位面积的能量，那么我们把这个 A 跟 delta t 乘到这边来，就是 I 乘上这个啊，所以在这个状况下物体表面所承受到的力，力就等于动量的时间变化率啊，动量的时间变化率啊，如果完全吸收的话呢，那这个就用完全吸收的动量，就是我们前面那个动量啊，完全就是我就用这个，就是 delta p 啊， delta p 就等于 delta w over 啊 c， 然后把这个带进来，就是这个完全吸收。如果完全反射的话呢，两倍，两倍就是这个完全反射啊，所以物体承受到的辐射压，这是力哦，这个是力哦，单位时间表面上所受的力，它的压力呢就是单位面积所受的力，所以我们再把面积除过来啊，完全吸收的时候就这么大，完全反射的时候是两倍的这个值啊。好，现在我们看一个例题，计算距离500瓦1.5 公尺的地方的辐射压，我们假设灯泡向四面八方均匀发射，就是说它好像是一个点光源一样啊，而照射物体的表面呢能完全吸收辐射线，就是完全吸收的状态。好，那么我们看 I 等于 P over A 啊，这是以这个电灯泡为球心，距离它 1.5 米的球面上啊，就是球面就是一个它的球心，就是这个电灯泡啊，它的 power 就是等于，你看它是500瓦嘛，500瓦这是在光源发出来的，这是一个定值，经过 1.5 米以后呢，那这个就要被这个面积来除，它的光波扩散了啊，这个除出来就等于 17.68 个瓦特 per meter square， 所以距离灯泡的辐射压带到这个公式里面去，
就等于这么大，哎。